哇，咁多人排队，睇我运啊，快啲入去啦。康文署搞咗呢个活力奥运观赏站，你睇下现场几嗨！个活动话要俾市民投入奥运热潮啊！吴若希运动员嚟噶。好，咁你头先听咗教练讲点样开波嘛？识噶啦，识噶啦。佢咪请咗高丽泽咯。观众望郑俊宏啫喎。人哋都有体育表演噶，你睇下中间个男仔几 Q？ 体育表演啫啩，个个挂住笃手机等小鲜肉出场。不如问下观众学咗啲咩啊？唉，盏狗冇眼睇啊！香港持旗手知唔知系边个啊？估下，其实是欧海纯，知唔知欧海纯玩咩运动？佢系香港嘅游水运动员嚟嘅。自己系咪有啲失望？当然一定有。其他边咁快？三啦。将来咧会可能会有第二、第三、第四个金牌噶。觉得自己成绩点啊？好差。唱 K 学奥运咁上下水准啦！咪住，康文署仲搞咗摊位游戏同埋展览区嘅，冇人玩嘅。有人玩啊！系喎，工作人员嚟嘅。外面好似有播奥运比赛片嘅，不如出去睇下。你睇下啲人做紧乜？康文署回复我哋查询，话总共斥资500万宣传今届奥运。即是几多钱啊？即系够俾李慧诗呢啲顶级运动员一年嘅资助费啊？都唔系好多啫。系13个李慧诗嘅一年资助啊！吓，真系噶？东网电视记者黄雅卿、李俊谦报道。